我出门前专门跟你说，你就搁那看手机。不是，快看一眼。哦，你吓死我了！哎哎哎，你这个你不要这么，我们俩年纪有点大。吓死了！给你们做点效果啥的。你俩去买单吧，买单你自己，你去吧，你非要拉上我、哎。我为了让你多活动活动，坐这儿越坐越冷。走弟，走。接完啦，16500，16万，是吗？现在我们有这个200万的机动，现在扣出16万。来了来了，任务卡。来了来了，任务卡。你说你，哎呀，我天哪，真是啊。啥呀，天儿？我读一下吧。读吧，朗读一下。复活节岛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岛上发现的巨大石像，也被称为魔爱。夜晚靠近这些石像，总能隐隐约约听到嗦嗦的声音，附近却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大部分的石像的脸部永远背向着大海的方向，仿佛是在看守着岛上的什么东西。接下来请花少团成员前往塔海石像，地址现在、啊、现在你别吓我，没念完地址，有一个地址，然后智力逐一探索，寻找及其藏在此处的7条复活节岛的神秘传闻。通过明好，现在表情贼严肃。通过明天的环岛旅行，一起探究魔爱石像背后的真相，揭开复活节岛的神秘面纱。哦，通过明天的环岛旅行，明天探索。他这儿有地址，他给了4个地址。4个一一去嘛。对啊，咱们只要去这4个地方就好了，其实。没关系，明天再去。那就很明确 ，OK， 明天的活儿有了，我们去 supermarket 吧。走吧 ，Let's go。你穿着呀，姐。没事。哎呀妈呀，我不冷。没事。穿着吧，快点，快快快。哎呀。穿着。穿起来，你这样漏风。好了，走。你跑了，那我也不要了。小心点啊！啊，小心地滑。我给你撑一下。哎呀妈呀，你别扶着我！哎呀，你看，我刚刚说你这像那个老太太，为啥你的鞋不滑呢？这没啥科学道理啊。我这个防滑。好了。谢谢。哎呀。现在去 supermarket 吗？逛逛 supermarket。我们路过超市吧，再买点水吧。你们咱家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先去超市。来了。没，刚刚那个任务卡，你们觉得理解正确吗？啊？我看一下啊。大事不妙了，感觉。仿佛是在看守着岛上的什么东西。接下来请花少团成员自行准备车辆前往塔海石像。接下来待会儿。所以是让我们一会儿就去是吗？对。没有，导演组急了，导演说主说你们这几个人的理解力怎么这么差，完全没有领会人家的意思。那就先去吧，没问题。不是，那所以我没懂的是，现在让我们去了以后，然后你说的是明天又让我们干什么呢？没有，他就今天先定完，先把话题定下来。逐一探索及其藏在此处的7条复活节岛的神秘传闻，通过明天的环岛旅行，一起探究魔爱石像背后的真相。啊，
所以现在咱们是去拿这个线索是吗？对对对，它就类似那个地方有七个题目，然后你明天去选。选完了以后，明天咱们去探索每个我们选择的那个地儿。对。我发现豪姐贼精神。我也贼精神。我也是。是不是？嗯。妈呀！你瞅你瞅小孩哥，我想给他掰一下。那叫一个箱子，你就是。嗯。哎呦，过过，来了，快点，别磕着头啊！真的。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啊？早上吧。早上10:50。为什么他们都变成这样了？不知道。我觉得他们真挺好的，他们就得不用倒时差了，已经完全适应了。感觉我们还是在过北京时间。对，咱三个人还不太适应，也不困。哎呀，这大晚上的，咱能看得清楚吗？不好说，可能得打着手电筒看。妈呀，我怎么看着这个地方黑灯瞎火的呀？挺瘆人的。你什么也看不见呀、哎呀，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下去，别要一个伸手不见五指。我俩去就行了吧？嗯。弟弟们要自告奋勇替我们下去把线索拿回来。哎，要走一起走嘛。你走吧。要不我代替你去？那也不用，那也不用。那我多过意不去啊。来，快拿伞。就是你们需要下去7次，因为每次只能带回来一条线索。爹。我俩先去，男生先。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哎、你跟他先去探探，回来给我们说说。我就这意思。对，慢点啊。那得行，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哎，你把手电筒。我这儿有啊，有这儿有这儿有。慢点啊。这线索怎么看呀？这玩意儿，突然收到任务卡，其实那一刻我还觉得挺刺激的，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这种冒险类的项目，所以当时收到那个任务卡，我选择作为第一个人下去去探索一下，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还行，不吓人。这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给藏起来了。这不是吗？这个，这不是吗？这个，我照个相。这七个石像就是那七个。田儿。它这个地上是啥意思啊？它这几个灯代表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懂啊。我看看啊。哎，这有石像。哎，你看这就有东西，一个线索。就这一个，走。不是，一人只能拿一个，你拿一个。我没有了，这一下来一次就一个。行。一条了。什么东西？让我看看。一个。线索嘛，就是一个线索。好，来收集一个啊，放这儿。下一个谁？走吧。啊、哦，有点恐怖，一个人、啊。姐，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妈呀！我害怕。姐，我跟你身后，我守护着你，姐。走，姐。哎呀！我就搁这儿。
不是，我就觉得挺阴森的哎。这没有姐，这就是没有的。哦，一眼就能看见。对，上面有加了那个纸。有点瘆得慌是吧？说不定他晚上真会动呢。你别吓唬我。真的姐，说不定晚上真能动呢，你说。哎呀妈呀！没事，那边有吗？没有，我刚才那没了。我现在跑一圈啊，姐。啊！你别跑，你离我近点。这儿呢，姐，找到了。要不你来拿吧。好，你来见证。好，这样呢，快想拿去了。没，我可以的，走吧。咱要不露眼识相，姐。刚才不看了吗？要那么近吗？这不在这儿吗？你想不想去近距离观看一下？要不看一走走走看一下，我去感受一下，探险一下。不过有个人在我旁边，我觉得我还行。没事，姐，走得了。啊，没事。要是没人，我一个人我可不行。没事儿，看一下，感受一下石像的。It's amazing， 像一个蘑菇，真的很震撼。那个地方那三个是不是也是啊？那还有一堆那块儿。对，应该也是。这是单独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让我慢慢的靠近它，又没有人，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会给自己脑补很多东西。虽然是在找那个任务卡，但是我当时还是被这些周围的这些很神秘的这种环境所吸引，隐约觉得这个岛屿其实应该暗藏着很多属于他们的传说或者是历史，然后也觉得就是第二天如果能够再来的话，一定要再仔细看一下，在白天的时候。找到了吗？找到了。那你下来找吧，让陪着你不可怕，不用陪，我可以自己去。啊、你可以吗？嗯。你确定你 OK 吗？我 OK。OK。好。我就想一个人去看看。我不希望我在去找信封的过程，纯在完成任务。哇哦！你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下，感受风。哦，这风真大。感受这座岛屿，你没看过吗？哎，找到了。哦，是这个吗？好大一个。好神奇哦。看母爱石像的那个过程是，你是真的有敬畏心。母爱石像很高大，就显得你如此的渺小。我这趟旅程我其实就是希望我能够多一些这样的感受。第三个，酷，厉害！我觉得该谁去了？那我先去啊，去吧。朋友们，我两分钟我就上来了。哦，你那么厉害呢？那我给你掐死了。跑出去了。Let's go， 出发喽！阳光大男孩，海浪阳光大男孩。朋友们。这个石像在哪里？
在哪里？石像在哪里？这我上哪找去啊？哎，回来了，该谁去了？起来干活了，你还睡？下个就你了。啥呀？到哪儿了？我跟你说，一会儿让你走到那个大石头，就是黑灯瞎火的走到那大石头人那儿，去找地上的，你看那小红灯绿灯了吗？特别接近那个黑石头人。啊，石头人就在这儿了。好，你都没看见吧？没看见，快醒醒。走了走了 ，Let's go， 自己行吗？可以，没问题。走了。我胆挺大的，我就觉得这就没啥。我对黑暗来说就还好。没有啊。那红的是啥意思啊？那没了。没有啊。哦，啊，找着了！快回去，快回去！咋样？太吓人了，姐！咋样？爽不爽？可以，没问题。现在是这样，咱七个人，雨桐跟小孩哥睡着了，咱得薅起来一个。把香薅小孩哥吧。薅小孩哥，薅小孩哥，薅小孩哥，完让他先醒醒。弟弟，快，我们去探险了。你先醒醒，别你先别急，先醒醒，别出去感冒了。不着急，现在还有二姐呢。倩倩去了吗？去了。我是鬼呀，我都站着呢。我才看到你，才看到你。倩倩，去，快去 ，Let's go。啊？你自己能行吗？你觉得？我觉得我能行吧，我去试试吧。怕吗？怕黑吗？我倒是不怕黑，我怕鬼。你说要问我这地儿有没有，我这才真不敢打保票啊，这玩意儿。天，太恐怖了！加油加油加油！走吧走吧，祝你好运啊！你有啥问题你就晃那个灯。我晃这个灯，有情况你要晃你的灯啊。好，哎呀，我确实有点害怕的，怎么还有狗叫啊？哎，你们关门什么意思啊？你看我就说吧，把门关上了，要不你们谁下去陪陪他。啊，天哪，我还在这马上怕的呢。倩姐啊，倩姐啊，倩姐啊，我陪你下去啊。没事，你需要吗？没事。 OK 我来，我自己来，这边找一听去再说，电脑最近的是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啥不是也太神秘了吧！好害怕呀！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他怎么一下走那么远啊？哎，怎么没有啊？救命！啊！贼大，我一抬头的时候那个风特别大，然后我就救不回来，他就带着我往前跑，我就超害怕的，那个时候就感觉有一个吸引力就把我往那儿吸。救命啊！他那个伞已经飞了，他那个伞神秘力量发作了，这就是这儿的神秘力量。哎，怎么没有啊？哎呀，是这个吗？天哪，咋样，找到了吗？找到了。拜拜，谢谢谢谢，拜拜，不用送了，好害怕，哎呀，哎呦我天，
滋哇乱叫就回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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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被吹走了，神秘力量发作了，吓死我了，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跟你说，吓死了，真的是，手都在颤抖，我现在。你去过了吗？去过了。然后就是在地上找找就完了是吧？对啊。OK。下一位就你。哎哎啊，我吗？嗯。哎呀，你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在这时候醒。本来是他，你们俩连着选一个，我们选的他。我俩一起去吧，不是怕你感冒。你这样容易感冒，刚醒，没事，先让他去，先给子珊穿上吧。下一个我去啊啊！你看我干就完了。区区复活街岛，你看我直接，我这还盔甲呢，这怕啥呀？干就完了。去吧。我下去了。我害怕，我害怕、啊、我特别理解你，我也是，我特别理解你，小二哥，子珊加油啊，加油加油，容子珊，冲啊，子珊，容子珊，你已经成人了啊，你想着两分钟我会找你。OK OK OK， 这灯下面是吧？去哪儿啊？那石像是吧？妈妈，妈妈，你不是长大了吗？你已经远处他有一个特大的黑影，就那个小石像嘛，就看着其实挺真挺瘆人的。加油！嗯，爸爸，嗯，雨桐姐，哎，咱俩一块儿，怎么了？我害怕。你怕啥？我不知道，这个黑有点。我们去哪儿啊？我那边都找过了，找信是不是？那边是不是还有啊？这些都是石像，这是 不能去了。消费一下。他们俩怎么是回来了吗？他们俩怎么不往有灯的地方找呢？妈呀，他俩不知道上哪儿找吧？是这种石头吗？地上的红色和绿色的灯。啊？你俩找灯下面。在灯下面是吧？灯。找底下的那个灯，看他们那个绿色和红色的灯。在灯下面藏着呢，你们找、啊、每个灯找一遍就知道了。有心就会有一个小石头压着心，知道了。对，你们就一个一个灯找就行了。啊，找着了，找到了。这儿，咋样？找着了。OK，Let's、okay, go 吧。不容易啊。里面写的什么呀？拆开念一下。每天日出的时候是复活节岛最神秘的时候，当太阳越过海平面照耀到摩艾石像的身上之时，他们将被赋予一天当中极为短暂的生命，他们会听从酋长的法力，自己走向为他们搭建好的平台。我这个是跳下悬崖穿越惊涛骇浪之后第一个拿到这枚蛋的人被称为鸟人，就拥有逃出复活节岛的能力。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并自我保护，他会在遇到紧急危险的情况下散发一种特殊的磁场，为他们雕刻眼睛，这样就能赋予他们永恒的生命。更离奇的是发现了一些被啃食过的人骨，控制石像背后的就是火葬场，啊！这些信息应该都是真实的吧？啊！